大家好，我是宝妹，我是阿波啊。欢迎收听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我们第二点钟的节目，由我是阿波老师跟宝妹在这为你服务主持。住宅方面的事情，做不方面不清楚不了解，都可以卡兰控我6338 6控1633 8601。咱暗头前两点钟呢，对于讲请假吼，或者是讲办活动，有啥物特殊的状况，啊，若无呢，阿爸老师甲宝妹呢，绝对直接吼陪伴咱所有的乡亲吼。其实我们请假的机会也不高啦，真的很少，除非真的是有要紧事哦。但是明天呢，就是很凑巧，请假一天，一天而已哦，吼，就干了你啊。好，来再次提醒大家，继续来看哦，我们听友呢林秀环呢这个问题，我刚刚有特别看了他的问题，因为是怕在影片哦。老师伊讲的，就是伊的山丘吼，伊的山丘伊的叶片正面呢无 O N， 但是诶，下面哦，伊的背面够 O N。伊要问老师，这是虾米款的问题？而且差不多逐张拢有啦。哈，嗯，今年哈，但是也是在厝个好朋友特别这个强调哈，这通常。在咱咧管理的这过程内底，吼，这真容易去拄着，吼，大概就是啊，你若稍微一个不小心，吼，这真济呢，那么就较容易吼有这问题，吼，这伫这个叶仔这后壁面，吼，然后会出现安尼细身，吼，这类的一个啊，这种的这个，吼，就讲伫差不多甲咱秋冬季，吼，这时阵，那么那。那较容易去看到吼，所以通常伫真济遮个许拢会有即款的一个情形吼。即一般来讲吼，一般来讲可能啊有两种的，即你若有看到种类啦吼，即一般是一个叫山药一个阴影吼，即也种起来吼。那么会小可许啊，会了啊光连吼，然后边啊会小可有即个乌身吼，即。目前个看更加严重，伊就整这个一堆堆堆吼，所以这个时间内底吼，特别爱少来个这注意吼，这应该是啊，这款伊比伫开始咧抽水，特别开花这只只吼，这你一定爱注意啊，这啊未使予伊伫较因为有迄个所在就会钓着，所以也一直起哩吼。那么所以这段时间你一定爱小心吼，这应该是含这有一挂这个关系吼，看起来吼，看起来应该是。啊，这类的一个状况啦吼，所以呢，那么一般来讲吼，可能得爱少做一个这个啊，做一个这个处理吼。那么去甲喷一挂这个糖油啊吼，这一般咱咧用的一个伫山啊内底吼，山啊内底咱啊多数吼，多数是讲伫这个东北时啊，这个些时阵吼，天气应该是较不遐烧热吼，但是呢。啊，还袂正经冷吼，你一般通常是爱冬至下遐啦，较冷的时阵啊，可能这个风地上就较有一点啊，这个差别吼。啊，那无呢？啊，一般同咱这个时间爱特别吼，所以小心注意者吼，这大概就是啊，有这款的一个叫做像啊，拄只讲的吼，这个啊，这阴影之类的吼，这个物件，搁一个就是类似像。这个有一挂像类似这个叫做红红地都之类的一个芒果吼，酸啊一个啊这种的结拜吼，但是迄嘛是会种起来吼，也是有一个这个啊，反正就是这类的这物件吼，即个红地都即个吼啊，这种什么蛱蜢啊，还是讲这个啊芒果锈螨之类的这个吼，所以你必须要。啊，用一挂这种红地毒之类的这个药啊，吼，啊，然后去甲喷喷的吼。那么因为七阵啊，那是较烧热，较迄无风无讲真透，啊，无温度无真低，啊，较主要是打伤，吼，主要是打伤，啊，伊就较容易来解这个啊，产生这种的一个虫害，吼，啊，这通常。看到的时阵就会足济啦吼，所以你当滴个药啊去甲加一撮啦吼，比如讲赛洛宁吼，啊是这个有这类嘞吼，这亚麦宁吼，这选一支起来用，啊有个人会用这种转这个纳莱德啦吼，但是呢啊，这有个人对纳莱德较敏感，伊就较不爱用吼，所以一般通常就是这个
啊，这种用一支杨梨都的一个这个药啊，吼，比如讲四派芬，还是这个德芬瑞，吼，这类的一个这个啊，这种杨梨都的一个这药啊，吼，简单来讲，你就是安尼，吼，啊，然后用一支这个啊，赛洛宁还是地面灵，吼，这两项啊来改搭配，吼，啊来改这个小转折，吼，啊，这药啊卖加重啊水，吼。啊，甲转好足啊，叶啊，为叶啊，后壁面转转，即他爱连续两遍哦，即无过来，伊即叶啊静起来哦，啊，你爱稍注意者啊，即处理两遍啊，应该来天气凉的问题就较少啊，等到到即个开春一只下，伊会阁开始阁压起来，啊，迄阵你一个需要呢，啊，来甲伊即个做者即使用安尼吼，所以即主要就是即红皮肚哩，即类嘢一个即叶啊，一寡即种。啊，类似像这种锈螨这种的吼，锈壁咱话讲锈壁散啦吼，这类的这物件啊，然后你该做一这防治吼，这提供给咱就好朋友吼，少做一这参考啊。好，来6338601，6338601，来看一下哈，借着来看一下这个 K。YO 吼 ，KYO 陈雅智，伊要问老师的问题是，伊讲着伊洛梨吼，叶外即头前哦，算讲前缘者呢，拢变成咖啡色，这是啥物款的病？有啥物款的方法会当治疗无？包括呢，高雄农改场因的生物药剂吼，就是枯草杆菌 KHY8，对酸啊即碳酸吼，就是炭疽病更有效果，是毋是赶快来当？用在咱洛梨歌手的炭疽病、碳酸的毛病，所以是不是请老师吼讲一下，是不是真正有迄个功效？哦，这个可能你也是讲啊，这是个新技转的，这最近好像很红哈、哦。应该是一个新的一种这个枯草杆菌，你可能是伫这个山啊内底哈。那么这款呢，这个有呢，这好像也可能有登记了哈，但是这一类哈，反正呢，起码拢好噶哈，啊，这好些名呢也是蛮酷的哈。那么这种应该是还是这种异化淀粉、芽孢杆菌这类的这类哈，这应该的。目前呢，哈，就是讲的今年的这个，应该是在今年年底哈，今年。预计哈，今年年底要上市啊，是安怎吼？啊，是不是有啊？有这个应该是有啦哈，应该是有这个有登记有这个上市哈。这那么它这个瓶装，它是一个水剂哈，这个比较特别哈，所以那么是不是对这有这款的这效果哈？这你得爱用看买啊，这我相信。应该是有一定的效果哈、哦。这类用这种啊，在微生物制剂的这部分呢，哈、哦，这通常拢有一定的这效果哈、哦。你讲完全无效，那个都骗人的。但是你若想要啊，你若是期待的是要像讲你咧转农药哈，比如讲像你咧转百克米那种的这尴尬的时阵呢，啊，足侪人拢会用这种去改这个去个比较哈。哦假设你那是用这种心态吼，假设你那用这种心态来改看这支药啊呢，那就算了啦吼、哦，你都卖安尼想，因为当下咱去选择这种啊非农药的一个这种使用的这方式吼、哦，那么目前改看起来就是讲，伊最主要吼、哦、有真侪这个相类似吼、哦，比如讲像啊炭疽病吼、哦，还是讲甚至呢这微生物吼、哦，多数拢是利用伊的这个。这种伫环境内底吼，伊起有效无效，通常伊会伫培养基内底先做嘛吼，做一个叫做对质培养。比如讲，我有这个菌吼，啊，然后有一个这个炭疽病的这个病菌，啊，伫这个培养皿内底吼，第一步先拣同时用伫迄个所在吼，啊，让伊去比较看卖者啊，是毋是有这种。这个因为生长的环境同款啊，如果这个炭疽病的这个病菌的这个菌丝拢未叮当吼，并讲有伊的存在啊，伊的安尼就叫做有效啦吼、哦。但是实际上吼、哦，这较早我嘛是拢安尼做吼，啊，拢和阮老师吐槽吼，阮老师都嘛甲讲，那你选的培养基本身就是这个病害吼。哦
会活，但是它活得不怎么开心、哦啊、所以有啊，你用这个腐生菌啊，腐生菌呢，一个这个病原哈、哦，伊本来伫这个简单讲就是讲你用的迄个培养基，咱用的一个培养基是同款的，无唔对，但是伊对枯草对这个炭疽病来讲，伊是寄生型的这个菌。啊，咱用的是腐生型的这个菌，啊，寄生型的菌加腐生型的菌伫同一个培养基内底，伊讲因这个地位就无公平啊嘛，哦，比如讲你咧要用这个啊，要比这个演讲比赛对不？英语演讲比赛，那么英语演讲比赛你和外国人比，吼、哦，这你英语爱足好，吼、哦，你爱好加到足好的这个程度，你靠我多和外国人比嘛，这是不是安尼？哦、所以伊就是这个道理啦，吼，就是讲你这个，你若是叫美国人哦，啊来咱这阿含咱比这个啊、中文哦，中文演讲比赛哦，迄个个不太一样啊，对不？这道理就是安尼，就是讲有迄个环境，迄个要比一下遐吼，这但是第一步安尼筛选起来，确实是对这个酸亚炭疽病吼、哦、是有较好的，是有一定的一个抑制效果啊，其实。有这个抑制效果的，有这个鸡蛋啦、哦、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啊，有这个价值嘛吼、哦，这个鸡蛋，啊，有这个鸡蛋，咱就会当来用嘛，啊，用来了，伫这个果子园内底甲看起来啊，好像也是有吼、哦，比如讲伊处理的这结果伫山啊内底啊，炭疽病吼，那、哦、有处理哦，这得病23%、20%哈，啊，你那是无处理啊，无、哦、处理68%、50%、哦、啊这。伫即个咱做试验，安尼就算足满意诶吼。但是实际上吼，事实上呢，那农民咧用诶时阵，伊就甲你教啊啦吼，啊无啥好啊，爱讲骗吼，诶嘛是要有黑斑，伊要爱诶是清清吼，即一点啊拢无吼，但是这个是很难的啦吼。我刚才讲白，虽然咱嘛是咧啊，伫台湾可能在这个业界吼，啊不啊，唔敢讲是第一梯队啦吼，但是呢。啊，伫即个微生物的即个市场内底，咱算讲是相当认真，而且非常认同去甲伊啊，杀即种的即个物件吼。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啊，可以替代一部分的即个农药嘛吼。啊，既然有即款的即个药吼，啊，有即款的即个替代，啊，就是表示讲都有一定的即个价值嘛吼。所以咱通常。啊，我觉得是可以去用的啦，吼、哦，所以你那中工有呢，啊，所以也做试验是用的这个有的炭疽病，哈、哦，的酸啊，这炭疽病，那么的这个洛里来对来讲是不是当用？我个人认为讲是会使啦，吼、哦，但是就是讲你注意的是这个环境，哈、哦，那么会当让伊卖新过头湿，哈、哦，那么的这个重要的这所在，哈、哦，最重要的这所在就是讲啊，通风要好，哈、哦，该做修正你要修正，哈、哦，这点呢这是比较卡要紧，哈、哦，那么目前就是讲是不是要断定有你迄我看起来是不太像是炭疽病。哦，炭疽病一般啊，这通常伊会有一个这个吼、哦，算比较容易有这样子一个迄、那个病斑一圈一圈迄种的这尴尬啦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一般是看较未出来讲是啊是这个炭疽病吼、哦。那么这个我个人还是认为吼、哦，认为呢啊，你这应该是这进展这个有可能吼、哦、较实吼。哦那么疫病来改这个引起，但是不是讲一定的是这个药啦，吼，就是讲它就是要么疫病，要么就是这个炭疽病。但是伫药啊的一个这个表现吼，比如讲啊，伫药啊咱看到的时阵，通常伊是会有一个圆点啦，吼，你看圆圆安尼吼，啊，然后啊慢慢的扩大吼，这种确实咱所看到伊啊，你看拢看不出来，你这个看不到圆点，你怎看不到一个？啊，圆圆圆啊，然后但是你迄个尾溜的这臭大啊，这种的竞争的非常接近这个啊，非常接近这种疫病吼，页、哦、面的这个疫病啦吼、哦，所以我个人是安尼这判断啊，所以伫这个有你会当用亚磷酸，你若不爱用农药，你会当用亚磷酸啊，我相信吼、哦，这种这个微生物吼、哦，伊那是炭疽病内底有效。假设吼、哦，假设伊那伫炭疽病内底有效的时阵呢。
那么有很大的机会吼，有足大的一个这个机会呢，啊，伊含许是有效果的吼，伫这个疫病内底呢，会有一定的一个这个效果啦吼，所以啊，包括咱即马咧用的一个这个药啊吼，比如讲像这个亚托敏吼，这真侪伫这个疫病内底咱有用到，但是炭疽病内底伊这嘛是有一定的抑制的这个效果吼，这啊这一类一个这个用药安尼吼，所以这提供互你小做一个这个参考吼，就是讲你若问我啊，这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啊？我个人的推断吼，就是讲啊，我还是认为是疫病哈，这种呢应该是较属这个疫病的，因为看不出来，因为炭疽病哈就很明显，就明显伊就是一点。当然你到尾啊连这位无唔对哈，但是啊很少看到哈，真少看到讲啊胃血啊紧啊的一过哈，啊这种这通常是这含啊含这个有关系啦，吼含这个疫病有关吼，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这款呢一个这个情形对嘞。那么伫咱洛梨内底吼，其实你爱注意诶吼，反正种洛梨诶，每一个种洛梨诶人啊，不一定会甲你啰嗦一下吼，就是讲啊，这个物件吼，这个物件呢啊，上界重要诶一个这个所在吼，其实这个叶部诶一个这个叶啊吼，虾米物件，这拢都不太担心啦吼，那么上惊就是伫这个樟头吼，啊有人讲巨虎病，有人讲根虎病，有人讲啥拢不管，反正这种物件就是啥物款吼，这种物件啊上界重要的一个所在吼，反正这个就是疫病来引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问题啦吼，所以呢，这可能你要稍注意一下吼。那么这真早进前吼，一种这个啊、台湾农家药篮内底的，然后咧讲到这种的一个，这足早的吼，这反正种全世界种洛梨的最大的威胁，就是这个今年暖气啊，今年暖气有可能是啊。疫病的一个病菌有可能含这种 Rhizoctonia 吼，这种啊根腐病的一个病菌，但是真济吼，咱啊包括有诶讲叫做巨腐病吼，樟头遐会破皮、呼呼会落叶吼，这种呢，这嘛是疫病的一个病菌，啊，够一种是一个急性萎凋吼，就讲伊足紧就转冷气之类吼，这个。啊，洛梨有一个褐根病，吼、哦，这褐根病这个得足食啦，吼、哦，这但是佮看起来倒还好，吼、哦，所以你这是不是爱小来改这个注意者，吼、哦？因为这个褐根病伊那是啊叶啊，但是你看起来长，吼、哦，不会袂讲真单嘛，吼、哦，所以你讲叶尾小花有一点啊，这个臭大，一般来讲，吼、哦，伊叶啊安尼。啊，单爱黄叶爱绿叶哦，这通常是啊，有当时啊会发迄个香菇出来，你这无嘛吼、哦？因为啊，伫这褐根病毒咧发病时阵，叶啊就容易臭大，但是伊个黄较臭大吼，伊、哦、反黄啊，然后臭大就落去，啊，你这无黄就臭大，所以你这应该是这个疫病吼、哦。所以啊，我个人伫叶部的这个疫病吼、哦，我个人是安尼这个推断吼，无讲真专业啦吼、哦，但是呢。啊，这个互你小做一下参考哈，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哈。那么目前哈，目前种这个洛梨哈，这上界重要哈，反正呢就是根部的这个病害哈。啊，所以你也当这个用疫病的药啊，啊，先刷改转的上重要就是讲。啊，樟头的这个所在是不是该喷一喷哈？啊，这小注意一下，尤其那落雨啊，咱得小改这小改控制一下，然后落雨啊，得小瓜改这个控制一下，因为真比较较担心啦吼、哦。这洛梨呢，毕竟呢啊，即马仔啊吼，好像就越来越贵吼、哦，就侪人讲啊，不啊，即马仔啊愈来愈贵。可能你伫电台真认真去讲吼，啊，我还是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一个药啦，吼，就讲它有一定吼，有一定的一个，它是有道理的啦，袂讲完全这个无道理吼，所以呢，啊，这种的一个经验呢，当我男好朋友吼，小做一下这个。啊，小做者即参考啦吼，即大概是即款吼。啊，有诶讲啊，即叶啊臭大起，敢会是去落肥落了许？你若是落肥去伤着叶啊，通常会变黄吼，袂讲咧青青吼。啊，像你即种诶，即所以即应该是含疫病有较大即关系吼。那么注意通风，注意水分诶，即管理吼，即千万
唔通互伊伤过头，因为即个伊细长诶时阵，对于水分诶需求足大，所以足侪好朋友伫即个用水诶这部分呢，啊，都会用的比较多一点吼、哦。啊，有可能就是安尼，就较容易被即个涂骹小块咧湿湿，吼，啊，然后就较容易得即个疫病吼、哦，所以你要小注意者吼、哦。那么。其实疫病伫叶啊，拢要阁好处理。伫樟头所引起的，因为疫病所因叶病所引起的一个根腐病，一个巨腐病吼，这种呢，它是上个食来即造成啊，这是樟是会死的吼，甲足大樟的拢要阁死哦，你看吼，所以你就知影讲啊，这款呢一个道理啦吼，所以。啊，我是觉得咱好朋友吼，爱小来改这个注意者吼，这个基本上吼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、哦。嗯，好，来63386016338601，这是咱现场的电话，欢迎咱乡亲吼多加利用。有住宅使用上的代志，这部方面无清楚、无了解，卡咱控我63386601。今天讲咱早起时的4点至6点。8点至10点，哦，上午的8点至10点，这是咱网络的重播时间。第一收听的部分有疑问，拢会当卡公司行政电话6320370，或者是6320369。来，老师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个李明喜，李明喜要跟你请教是有关伊这系列感冒病哦。伊发现讲地头迄个部分，真侪所在拢无变红色，而且有一点点吼、哦、白，有点点带绿哦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有一点啊，较吼算地头迄只遐，啊有一点啊，即个白雾啦吼。那么这有一种的一个讲法吼，这大家作者拢会去拄着吼。那么目前甲看起来，普遍认为吼，普遍认为就是讲，你若是即个买你无白无巴肚无迄种透明即种的即个情形吼。因为你这看袂出来吼，看袂出来，巴肚透明，纯粹是即个地头即只只灯色吼，即种会感觉讲灯色灯较袂好势安尼吼。那么这有可能就是讲啊、目前吼、哦，目前讲的即个情形呢，就是膨吼即种的啊，即、这个有呢，算比伫即个啊、咱看起来就是讲大家去，这是安怎来吼、哦？其实就是去。啊，去甲伊做一个即个营养分析啦，吼，并讲即正常的即个果，即、這个色水是安尼，啊，无正常的果，啊，即色水是安尼，啊，然后去啊，去甲伊采出足侪即种的一个样品，吼，然后甲分开，吼，即每一个物件呢，大概差不多有8个，吼，阮迄阵阮是做12盒，然后即样品就讲无同款的所在，啊，拢有摕到即款的即个情形，吼，然后去甲伊。啊，即、这个采起来吼，啊，然后呢，采起来了吼、哦，去甲伊做一个即个营养分析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伊的一个整体一个这种伊甲伊分析吼、哦，啊，要分析啥物物件吼，分析伊的营养成分，唔是讲伊偌营养啦吼、哦，咱讲营养有当时啊，即爱分贵就是讲。啊，维他命 C 啦，啥物哦？氨基酸唔是，咱自己分析者，咱得分析伊个者氮、磷、钾、钙、镁吼，钠、硼啦吼，即类个啊，即种啊，即款个即个情形啦吼，所以真侪就是去分析即款个即个情形滴咧吼。那么伫即个道理解分析起来时阵、啊，然后就发现吼、啊，就发现呢啊，有当时啊，伫即个家的一个颜色吼，就是讲。啊，这个尤其伫差不多温度较高一丝丝啦，尤其伫这个温室内底会容易吼，啊，迄个所在伊色得较袂好势。啊，甲分析起来是安怎吼？其实把它分析出来，就是这个啊，膨呢吼，拄则有讲着吼，就讲这灯色灯无好势，这灯色灯好势吼，啊，两行然后甲伊这个比较起来的时阵吼，发现呢这个膨吼，膨无啥搞安尼啦吼，这个膨。那些黄、较黄的迄膨呢比较低，然后我们还有发现一个状况吼，但是做侪人不太相信吼，这但是啊买啊吼，这我们开始有就是讲甲真侪，因为咱
十七号作者人咧用的嘛，但是因个人有个人认为讲这十七号它还有6%的氮吼，他那个他认为那袂甜，伊甚至呢完全把迄个氮完全拢提掉，等于就是讲伊把迄个氮呢，把氮呢压得很低很低安尼啦吼，所以啊，这款呢这个情形吼，所以那么这个物件的出现吼，所以伫。对着这个感冒病的这分析了的时阵，我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咱今嘛讲的是黄哦，你要听清楚的，讲迄个地头迄只遐落来，迄个果尖，迄只遐咱通常叫做果尖的反黄。迄种的果实伊分析起来也缺硼，就是讲果实本身比较缺硼哦啊，所以这个那总共会当适当的一个这个补充，安尼是不是硼的较无？哦，就可以有较好的一个效果，是不是安尼？好、哦，所以这第一就是啊，这个缺硼的这个部分吼、哦，你爱少有这种的这讲法啊？为什么会缺硼？哈、哦，有的讲我是不是补无够？不一定啦，有可能你喝水，有可能是你啊喷这个药，哈、哦，比如讲啊，你改喷这个肥料来滴，哈、哦，然后那个钾。钙，好、哦，这种有当下会影响到硼的这个，这个也是会哈、哦。这阿哥来上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啊、咱讲到的哈、哦，咱讲到的就是这个伤寒、伤热哈，尤其这个温度较高哈、哦，特别的是这款啊，正经那是高，完全是高温引起的这个转色不良是安怎是？颈盖头是青有哈、哦，纯粹是水分不足、高温引起的这个。那么这通常伊的这个啊，也安尼青青吼，就是有一点绿绿的啦吼、哦，这种的啊，唔是啊，不，你讲的这款的这个情形吼、哦，所以啊，目前个看起来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伊这个伊的迄种色泽较无好势吼、哦，这个第一就是讲硼吼，稍微注意一下，搁一个是这个氮钾这个平衡唔对啦吼、哦，安怎讲吼、哦，就是讲这个钾可能太高了，但是呢，那个氮呢，其实。啊，完全的一个不足啦吼，因为阮有去看到这款的一个情形，就是讲这个氮肥较低，这个情形之下吼，就是讲低到一个程度，伊迄个颜色就会有一点点，伫个的这个果尖迄只遐有小可有一点点啊偏黄吼、哦，所以就是讲你会当适当用这个啊，用一寡这种叫肥料来滴吼，不必要完全100%。好，唔免讲100%，把氮呢拢啊都把它拿掉哦，这个呢就不要哈、哦。啊，一般那是讲这个氮钾，是比如讲咱用的这个肥料是过头侪，伊的巴肚迄个，迄个白雾，然后就是讲伊是出现伫这个巴肚迄个所在哈，这有一点点无啥共款哈，这啊有这么样的一种说法哈、哦，所以呢。啊、你做参考吼，啊，所以你讲啊，这些物件要安怎解决吼、哦，就是讲第一啦吼、哦，你检讨看卖啊，是不是你的脏呢？你改淡素改，不是讲叫你去改吼、哦，有的人啊，进前有好朋友吼、哦，直接伊讲伊嘛是听了，伊感觉讲很有道理，但是呢，伊会惊啦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啊，伊通常呢，伫这个吼。哦那么在补的时阵呢，他就会稍微给他注意一下哈、哦，就讲啊，伊、这个营养上看唔对哈、哦，所以呢，有当时也是安尼哈。那么所以伊就会去甲伊啊，小做一个这个调整哦。一般来讲哈、哦，这伊会出现到这个果尖哈、哦，果尖迄只遐黄哈。咱即马讲的是纯粹黄，不带绿的吼。先讲吼是黄吼，纯粹是黄的时阵，是因为有一种是干那黄，有一种是这个以黄呢带一点点绿吼。你这是黄吼，你这不是带绿吼，你这没有带绿吼，所以呢啊、这个一般是有一点黄，但是你讲有的那是有白有带一点绿，那可能就是你迄、那个。啊，你钾的这个部分不太对哈、哦，所以讲啊，是不是这个钾钙之间的这个平衡，钾钙镁之间的平衡哈、哦，这个有小做一下这个处理啊。一般来讲，这真容易去有哈，就是讲你用这个啊含一点点氮，但是有钾高一点的这种物件，小甲喷一下叶面哈、哦，稍微喷一下。假设哈、哦，比如讲你钙啊，伤侪一钾。啊，较沙地的所在就较容易发生吼，就出现着这款的这情形。搁一个就是讲，啊，伊那是当咧大变讲，即阵伫第六高火，啊，你氮解控制甲足
足夹的吼，伊即个淡素料啊较欠缺啊，食嘛料啊较无够，所以咱咧讲的蛋食不平衡，然后就是日照较不足的时阵，即个物件的即个吼、這個、啊吸收较无讲介好吼，即、大概就出现着即款的即个情形吼。那么所以呢，即个盆吼先小注意者，啊要看是毋是盆的即个问题，因为咱毋知影是毋是缺盆嘛吼，但是即真济咱去甲看到是讲。啊，这个如果伊那是缺盆，你位地头，不是地头，位迄个心背所在吼，差不多啊，第二较甲摸落来吼，迄、那个所在你也看到边边，也是讲迄、那个感觉面顶的倒内，啊，这个缺盆，这种嘛会出现到这个啊，有一点啊果间带绿带黄这种的这情形吼、啊，所以这里要小注意一下，这小番茄对这个物件足重要吼。啊，为什么也缺盆？伤寒、伤热、伤干、伤淡。有当时啊，咱甲咱真侪好朋友讲过，讲啊，这有可能缺盆。伊讲啊，我吼，啊我呐，即句讲出来就是表示讲，其实你补足济啊，你知影无？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为什么也安尼？因为咱啊，会该喝水。为什么要喝水？因为要该做甜吼、哦，所以水分控制了较严重。所以盆你安怎补，有时啊个补未够。所以这爱先检查看卖啊，因为这足好检查的嘛。你呐准讲甜甜落来吼、哦，这第一目、第二目吼、哦、啊，这只只都要。第二目遐小花扁扁吼，迄不要紧，迄因为伊那是过来第三目那正常，迄就不要紧。啊，你若讲望拢扁的吼，望甲第三目拢扁的，啊，绝对是无够。佫较严重，伊迄、那个啊，伊迄个顶了，咱的感觉袂顶吼，伊就耐倒落。啊，佫较严重就超大，迄就是完全表现出来，就是最标准的这个缺盆。啊，为甚物检查心脉吼？这因为心脉的一个这个生长势较强，那么。伫即内底足重要诶，即个所在就是讲啊，伊生长势较旺盛诶所在，拢需要盆啦吼，所以迄只遐无够，走未到迄个所在，所以伫迄只遐伊就无够，无够通用，所以伊咧就小花各样各样吼，所以啊，即种是安尼吼，所以即你也小知影者，即大概是即个道理啦吼。那么个另外一个就是讲啊，完全是青吼，种转色，但是即个通常是啊青。绿尖啊，黄肚吼，即巴肚迄个诶，迄种就是啊，即淡素伤过头侪吼啊，所以你即看起来应该是啊，有一点就是即个盆性检查，那是盆就是即个食啊，加着即个蛋诶，即个即种不平衡吼，即小可补一出啦。然后，咱咧做甜诶时阵，千万不要吼，千万袂当讲啊，迄许袂使有淡啊，这句话是不对的吼，咱听众朋友一定爱。啊，小注意一下吼、哦，就是讲真侪人讲啊，这个药得甲提掉啊，这个不太对啊。但是有时啊，没有办法，比如讲你温度伤过头悬吼，温度足悬的时阵啊，伊迄个茄红素的这转换都袂正常，所以高温嘛是有可能啦吼，嘛、哦、是其中的一个啊，这款的这情形伫咧吼，这包括日照不足，包括这个高温吼、哦，那么。有伫即个高手吼，人有人高手去甲统计过吼，即啊伫咱农委会有一个即个资料啦吼，就是讲品种吼，品种呢占10%到20%吼，这是因为啊伊个一个即种品种上的一个即个关系，搁一个吼20%到30%吼，是因为土壤的即个关系，土壤内底变讲食吼。食有效性无够，啊是迄个钙镁的比例不对吼，因为钙甲镁比例呢要在2:1啦吼，就是讲钙呢要比啊这个镁呢大概要差不多2倍吼，所以啊真侪好朋友咧讲，四镁八钙袂歹用吼，这唔是那个不是随便吹一吹的吼，那个弄迄唔是阿伯阿公要甲四镁要八钙的八钙，为什么咱决定要用4个镁8个钙啊？因为呢这个。啊，番茄的这种有有效性来对钙跟镁比例最好就是在2:1啦。好、哦，这种的一个就是讲啊，钙比镁呢最好要2:1，好、哦，这大概是安尼哈。那么这个比例那是唔对哈、哦，并讲这个比例如果是不对啦哈、哦，并讲镁较济哈、哦，啊镁较济时阵已经的这个比例呢2:1啊唔对，啊镁较济啊镁较济哈、哦，因为镁吸收效果。是伫作物内底是较简单，伊较容易吸收，所以镁伤济伊会去影响到钙的一个吸收，所以镁也不能太多吼。所以有的人讲做甜呢，得爱用硫酸镁还是虾米款啊？你甲用看吼啊，这要做熟得爱硫酸镁吼，这个
那个话都只有讲一半哈、哦，这其实钙镁的平衡很重要，所以为什么咱一直啊咧这个不是咱咧操蛋哈，这个有时候觉得我们是有根据的啦哈、哦，啊当然这个物件就是讲啊，为什么要改做这个四镁八钙，这个是跟做。根据足神秘的一个这个研究吼，就是讲含荷兰那边的一个这个，遐提醒他们咱这边的高温多湿的环境啊，人迄贵下朴素荷兰的一个建议，迄当然唔是阿伯阿发明的，我哪会知？我是家提醒讲，伫咱这家只有这种的问题，因为咱要做甜，咱食含量爱较济啊，所以咱家讲这个原因了吼，啊，然后呢啊，伊荷兰一个建议吼，啊，这个比例吼，啊，然后做一个试验啊，他们觉得不错。啊，咱这边嘛，饲料袂歹，啊，然后就把这个比例给定下来，哦，所以为什么咧做这个四镁八钙，这个原因是安尼，哈，所以，其实，这个就不要再讲了，哈，讲下去好像蛮吹牛的，这个不好啊，这个，但是这句话我爱讲，哈，就是其实荷兰的专家相当认同我们，哦，伊讲全世界因咧做这个肥料。无像咱遮认真诶啦，哦，人家就这样子认同我们很认真，连荷兰人拢讲咱足认真诶，啊，无啊多咱正感觉要达个要求，到要，哦，这有时阿伯阿妈是已经头毛白到要了诶，就这个原因哈、哦。嗯哼，好，拄则讲到就是讲，伊这个转色这方面够真侪是含这个大概有5%到10%是含高温烈日有关系啦，好、哦，隔温哈、哦，所以。啊，这种是安尼，所以咱要怎来改这个改善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找到适当的一个品种吼、哦，然后呢啊，维持土壤内底一个较好的环境，这个不要太过于碱，像过头碱性呢，土壤内底这个钙跟镁，特别是镁有效性会提升的很高，那镁的有效性提升的很高的时阵，就会抑制的钙的这个有效性，所以你这种的这个横呢，啊，不会当个你推断吼、哦，你是弱碱性的这个土壤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伫下面要补钙，然后呢，有的人就讲黑嘛，爱跟镁，啊，镁大概就是顶多到这款的比例就好啊，吼、哦，咱四镁八钙已经就甲你调好者啊，你唔通个另外个去加镁，吼、哦，有的人讲啊，要做甜得爱镁，吼、哦，要爱镁，要镁才会镁。不太，你还是要注意一下，然后这个有适当的这个有机质，然后搁一个最重要就是注意这个啊钾的有效性啦、啊、吼、哦，所以这通常是安尼。那么这里底吼、哦，这里底有一个真重要的，就是讲钾跟镁一个这个啊钾跟镁的比例啦、啊、吼，这有一个啊，这种咱是参考欧洲吼，欧洲因的一个这种。啊，30年的这个经验哈、哦，这一般来讲呢，啊，因认为讲钾比镁哈、哦、要大于哈、哦，要大于的这个0.3呐哈，这0.35哈，0.35，然后钾再比那个镁哈、哦，要大于哈、哦，大于这个0.13啊，偌济哈，反正就是。这个样子吼，这有一个这个比例啦吼，所以呢，这啊林刚有机会去看好朋友呢，在我们再给他啊，这个聊一聊，我就是讲你唔通，这个镁吼，这个当然是做那足重要诶吼，镁当然很重要吼，但是你唔通讲啊，这个太多了，然后镁太多诶，足侪一个这个原因是安怎吼，这个有可能呢。啊，是因为这个有个关系哈、哦？为什么镁会太多哈、哦？因为有效性很高啊。我讲安尼不是就好嘛？光合作用来对，这不会塞啦哈、哦。所以所有的离子呢，讲究的是这个平衡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这里稍参考一下哈、哦。大体上呢，那、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啦哈、哦。所以大家稍做一下这个参考啊、哦。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那么我讲这侪，其实也不也是要甲你强调吼，就是讲啊，你这种吼、哦，这硼这个问题呢，硼啊这个问题呢，你先甲伊这种许吼，这啊先甲伊这个确定是也唔是，好、哦，而且老人家来确定是这个问题，因为有可能就是讲土壤碱性的关系，所以也转色哈、哦。那么镁的有效性太高，所以变成以钾的有效性这个变低，然后你再给它一，有时候是氮的那个比例不对哈、哦，所以
那么目前甲看起来是安尼，所以你稍做一下调整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注意头像，吼、哦，注意头像的一个之类有呢，然后。那么更加重要吼，更加重要的这所在吼，更加重要这所在就是啊，一定爱给他一点点氮肥哈、哦，这袂使拢无给伊氮肥哈、哦，这种物件伊那是无氮肥呢，它其实也没有一定的转折。当然温度这得咱得免讲啊哈，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情形。所有的一个这个种感冒病哈，拢会去拄到这种的这问题哈。哦啊，所以呢，这通常是咱要甲咱听众朋友吼，小、哦、强调的这所在吼，这提供可以小做这参考哈。嗯，好，来6338601，6338601，老师再来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个李宪清讲伊种的是彩虹玉米，但是最近呢，拢发现讲吼，叶啊吼，拢变米黄色的。哎，有米开工花呢？工花卖安尼冷气，哎，缩大，授粉不良。有米的这外叶呢，嘛变黄变大，原因要安怎吼？嗯，防治。这个看起来吼，这应该伫咱啊这种环卖内底吼，这种就是因为即马种环卖上惊就是一开始你这个气味控制无好势，对吧？啊，气味控制无好势，伊就。这种这个退绿斑驳病毒嘛，吼，这种呢就较容易啊出现到这些问题啦，吼，但是啊，你这应该还不是啦，吼，所以呢啊，但是我还必须要跟你提醒一下，因为这是这个环内底吼，那么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这个病毒病吼，尤其咱。啊，目前所种的这种环内吼，所种的这种环内呢，那么。甜玉米的这部分拢会较严重哈，啊，那是其他这种糯玉米这种的比较不会哈，所以呢，那么这种呢，爱稍来改一个，这是一个啊，一般是看到拢是这种诶蓟麻哈，蓟麻咧防治啊，所以你一定爱改这注意点哈，这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哈？因为这。一定就是讲，伊一定爱甲伊管理好势吼。这虽然，但是现在比较麻烦吼，就是讲伊这个东西好像会经过种子去传染，会经过种子去传播，所以，变讲伊个环境若是已经着个种落呢，就得到的机会就很大吼。所以，那么但是目前就是讲伊。啊，伫即个许你卖去摕一挂即种来路不明的即个种子啊，吼，即通常是啊，最主要是即个道理吼，所以那么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即个所在啦吼。那么即种退绿斑驳病毒吼，即那么伫种子内底吼，种子内底当然一般来讲，伊就是即个甜玉米、糯玉米、白玉米吼，即有一挂较许的。伊呐掉掉了，伊的节间变短，叶脉吼也安尼啊，这黄黏黄黏吼，所以咱即马为什么一直甲你讲这个退绿斑驳病毒吼啊？这有时候很担心吼，看起来呢啊，其实感觉又蛮像的吼。比如讲伊的叶脉吼，伊出现的这情形，通常就是讲伊长的较矮吼，长的较矮吼。那么伊最明显的这所在就是讲。啊，最明显的这个所在，就是你也可以看到吼，伊种啊叶脉的这个所在会褪色吼，伊会做明显的，就是讲伊的这个褪色啦吼。那么叶脉这个所在褪色吼，这老叶无什么应用，但是伊翻叶吼，啊伊伫叶脉迄个叶脉吼，叶脉那因为伊是平行脉嘛吼，所以一条一条，啊一条一条看到迄黄安尼啦吼，所以。啊，即马他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吼，所以，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像吼，老实讲吼，因为我看未出来是，那么更加严重，伊当然叶也超大体吼，即大体上是有这款的这情形伫咧吼，所以，因为伫环尾咱会拄到吼，拄到的一个即个病害内底大概就是讲。基本上呢，像这个在这阵啦吼，可能就是文库病吼，啊文哥这看未出来，伊会超大细长的时阵，都有一种伊的黄岩，这定点这种夜斑病吼，但是你这拢唔是吼，所以
啊，看起来是比较颇令人担心啊。这看起来刚看得到吼，比如讲伊各有一种吼，咱南极病毒伊就是含有一个这个，咱也有一种黄色吼，通常伫伊那是伫叶子的迄个基部迄只遐吼，基部迄只遐有一个黄色，啊伊会慢慢慢慢爱为迄个叶尖迄个所在去吼，为这叶啊尖一直转黄倒起哩吼，这种通常。就是咱咧讲的这个陆菌病吼，陆菌病啊，这冇可能吼，所以啊，我是看未出来讲，但是就最好是不要，所以咱通常就改当做陆菌吼，比如讲你那是日照较无充足的时阵，那么你甲检查看卖，那是要是不是有可能？因为这两种拢会那个黑黑啊，安尼吼，都会变啊，会变矮啦吼，就是讲那是掉掉，伊通常会长的，也变叶脉，然后也。也变安尼，有黏黏黏黏，一啲黄气嘅臭打，然后啊，即、這个钢灰吼，即抽出来，迄个灰水就变足底，哦，所以啊，那是这种情形，就是咱啊就可以比较去断定吼、哦，这种嘅啊，即个情形吼、哦，所以即、這个基本上吼、哦，基本上呢看起来吼、哦，大概是机会蛮大的啦吼、哦，所以我个人嘅即个认为吼。哦啊，这是不是有这种退氯斑驳病毒的这个哈、哦？那么以这种物件哈，这个简单讲啦哈，就是讲这种病毒，就是这个这种剂嘛，剂类哈，那糖的部分就是剂嘛，去危害。但是就是讲真重要的这个所在，有当时啊，就是。伊个种子吼，所以即个经济就要紧诶吼，即来路不明诶，即种子伫台湾卖经济卖吼，离了你种落出问题，无虾米代志吼，即伫中国大陆吼，诶，迄时诶掠去吼，掠去关吼，大陆卖经济是一个高风险诶，即个行业吼，即政府会叫你赔吼，啊伊咧赔啊，咱台湾无同款，咱是赔种子甲一部分诶即个费用，伊即是。是，就是讲我治未你爱包生囝安尼吼，你若是种未起来，啊，你投资偌济钱，你即区会当卖偌济，伊会用伊当时的即个市价吼，啊，然后甲伊换算，伊并讲伊收成剩30%对吧？啊，你照讲伊一亩地伫即水内当收80,000吼，啊，伊剩30%，所以你爱赔56,000啦，伫大陆是安尼赔。啊，一届吼，伊较买一挂子尔，你赔56,000，啊，你是不是都爱走咯？所以做侪人呢就不见蛋了，因为赔未起啊。我咧要上爱遐侪区啊，即个看讲会使赔，迄个嘛会使赔，伊嘛去甲创好离离啦啦。所以有时候就很多争议哈、哦。那么即个种子，即当然是题外话啦。但是啊，不啊，安尼甲你讲是要互你了解，就是讲啊，即款呢，即个种子呢，其实。伊是毋是有一个较来路吼，这些来路不明吼，这很容易出问题哈。那么这个可能是安尼这情形啦吼，这我个人是这款的这个这看法吼，就是它很有可能吼，很有可能。啊，你讲那是退氯斑驳病毒的无解啊嘛吼，但是呢。又觉得不太好嘛吼，所以呢比如讲你那是有干嘛个。有一点点不是很满意啊，想要他们变化买者啊，你就是改动这陆菌病啊，陆菌病你得用这个这种灭达乐嘛哈，因为那种子来红，那种那种灭达乐，啊，伊要防治的，就是防治什么？防治陆菌病，而、且你改动这陆菌病来医，但是你迄个钢灰诶无效授粉诶不良哦，这真有可能哦，真有可能呢。是这款、哦、那么当然啦吼、哦，这个你买吼、哦，假设你讲的这个彩虹玉米呢，那准讲是咱这个台农五号的这个这种糯玉米吼、哦，伊这有一个合法的吼、哦、并讲又是一个真正规的一个这种叫呢去生产吼、哦，这个应该是不会就是袂像阿伯阿讲的迄种来路不明的这种子。那么这种有真正规的生产的时阵呢，一般来讲是无啥要紧较掉啦吼、哦，这比较没有那么要紧安尼吼，这通常是咱咧讲的是这个情形。不过这个啊是台农五号吼、哦，台农五号这个这个糯玉米呢，其实这个也是会有病毒病吼、哦、啊这，但是这个又没有什么药可以医，所以我是建议讲你是不是改动这是这个陆菌病吼、哦，因为可能你啊那是。
啊，温度变化较大、较淡湿吼。那么伫即款诶即情形之下，也较容易产生啊，你家己处理又好势。那么一般来讲吼，大致上还可以啦吼。那么伫基本上，那是伫即种落困吼，那是。啊，十丛内底出现两丛吼，即古早就开始就差不多药啊转一遍两遍了，伊就放弃啊，他就不再，因为你伊迄掉掉了，你后壁你就无法度去处理啊，后面你就很难吼。安怎讲很难？因为迄应用产量足大，尤其你严重的时阵，通常是工会即个所在啊较看会到嘛吼。那么所以呢，伫太慢吼，所以即个爱少注意者吼，所以基本上吼，即个通常是啊，即个情形啊，我个人是认为讲，即个应该机会很大是推力斑驳病毒，但是还没有办法那么的肯定吼，所以啊，利用即个咩打热吼，小改处理一下吼，因为这是一个因为方便无根本上药啊通互你用。啊，稍微压一下看看，吼，啊，是不是会当有较好的一个效果啊？一般，但是那是已经到日头刚花啊，吼，你较紧用，吼，那跌落来大概还有机会，啊，那无得就很难，吼。那么，这有两独角一直强调的是讲，它有两种可能性。我个人的判断，有可能是这个退力斑驳病毒，退力斑驳病毒是含这气味有做大关的，所以。啊，因为你种子来源清楚，所以伊本身带病毒的机会其实很少，所以就是后边这部分的问题较大吼，所以你可能爱小注意一下呢吼，这是我个人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吼。那么改动作是落困来抓，啊，就是达美芬吼，这不是达美芬啦吼，这伫这个环美内底就是美达乐吼。但是伊是陆军病啦，吼，而且含咱国啊一个即落困吼，即类诶，即是啊，这一类是差不多的。啊，有诶讲啊，感觉有啥物啊，除了即个咩打热以外，吼，感觉有啥物药啊，通用安尼啦，吼，通好做一即处理人。事实上，即个玉米吼，无啥物药啊，通好用诶，哦，即很奇特诶即所在吼，所以。那大概就是头几位啊，就是这个咩达乐吼，还是讲啊，你家用这种代普克利吼，这个大概，但是迄代普克利咧转啊，这种陆军病效果不好了，哦，所以它大概就这两个当几个药可以用而已，因为上面药行我咧转吼，所以这个比较歹势哈。那么你小知影一下呢就好啊，有时候。为什么那你在讲扩大使用？扩大使用，哈，农药的扩大使用，这个原理就是在这里啊。台湾是一个病害比较严重的一个所在，提供给你大家做参考哈。好，来时间的关系，咱两点钟的节目先暂时的进到这。听众朋友，那些个疑问，一样提醒你，我们礼拜一直播空中见，明天休息一天哦，拜拜。